今天阿丽到你家要造访一位推动社区友善步道的社区营造人士，陈佑坚是在地土生土长的北投人。随着都市发展，住家附近的车子越来越多，于是他起身出来推动友善步道。今天阿丽要教他如何用一杯热茶，将街坊邻居一起口作会，一起来守护家园。